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再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不错的吉他。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款呢，就是店里一款艾森的40寸 B 型民谣吉他。那我们看一下，B 型的民谣吉他也是非常漂亮的，是吧？形状，它像一个葫芦。那 B 型琴呢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。像日本指弹吉他大师岸部真明，那他所用的琴呢，也是 B 型琴。那我们来首先来看着一下它的配置。首先看一下琴头啊，这里是彩色的鲍鱼背镶嵌，对吧？然后是背面全封闭的旋钮啊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，那彩色的鲍鱼背呢，不但应用在了琴头上面，而且被应用在了纸板的装饰上面。那我们看一下。那不是那种特别单调的白色的圆点，而是被设计成了一种非常漂亮的图案，是吧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其他地方的装饰。音孔这里彩色，同样是彩色的鲍鱼背镶嵌。那透过音孔呢，我们看到琴内部的标签，是吧？琴体标签上面是木刻的，而不是说纸张贴上去的。然后里面呢是音梁啊，灯光看得非常明显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听一下 B 型琴的音色。我们可以听到非常的温暖，是吧？温暖甜润啊，这就是 B 型琴音色的特点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款是40寸的 B 型的民谣吉他。我们看一下正面呢是面板是圆山，然后背侧板呢是，那我看一下黑漆漆的，是吧？首先是反光啊，这是一款亮面的琴。然后是背侧板就是玫瑰木，比较好的木头。那像在这个千元以下这个价位的吉他呢，是很少有玫瑰木作为背侧板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包边，它的包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亮点，那是实木的包边啊，不是说 ABS 的包边。那首先咱们说实木的包边呢，就比 ABS 首先从做工上来说，工艺上来说就是复杂很多。然后这种实木的包边呢，就是说给琴整体的共鸣会更好一些，因此这款琴的做工呢是非常不错。那我们再听一下它的扫弦音色。三傻大闹宝莱坞，对吧？那听一下延音呢，是非常长久的，对吧？延音非常的不错。那我们再试一下，那比如说啊，有的同学我们喜欢指弹，是吧？那我就这里去弹一段啊，音色非常不错，是吧？温暖甜润。那扫弦出来的音色呢，也是非常的饱满通透。
OK， 那么如果你想在千元价位以内选择一款非常不错的吉他，那么请记住玫瑰木的背侧，然后是实木的包边，那么这样的吉他呢，相对于音色来说是非常不错。